完了，没有一题能看懂。不急，抓紧时间做题了。我也想快啊，问题是我不会啊，数学真的很难。对战文明兽，我们得变得更强才行。你们想要变强，星兽猿绝对是关键。数据分析显示，你们的星兽猿还在初始阶段，大约只使用了50%。什么？我们的星兽猿居然只发挥了50%？我的新发明也许能派上用场，星兽猿转换器。这个转换器能强化星兽猿，融合星兽猿数据，实现星兽互换，也就是让你们与伙伴交换手臂。星兽互换？不是，交换手臂的效果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技能升级。例如，星宝和海蓝龟互换后，星宝能同时使用火和水的技能，发射出蒸汽高压水炮。很帅呀！这样我们 V5 战队的技能威力就变得更强了。完全正确。我现在就把转换器传给你们。希望我的新发明会帮助你们激发星兽猿真正的实力。好，我们快试试吧。等数码校正后就能互换了。开始。这里就是人类的银行啊。大哥，你确定这里能拿到人类的钱？我早就调查好了，不信你看。你好，不要取钱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先生，这是您的钱。地球上的人类都是把数字写在纸上，然后再到银行来拿钱的。有钱之后我要买很多饼干还有面包。下一位顾客。我要取钱，我取100万就好，动作快。客人，这不能取钱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写好了数字了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其他人明明那是枪。抢劫！不能抢劫！安全警报！安全警报！立刻放下武器！不是，这个是……大哥又做蠢事了。暗法模式启动。等一下，这些数字就是代表人类的钱吗？让我把数字都拿走了。稳凝吸收，启动。文明芯片完成。数字是我的了。异空间开启。大哥快跑啊。快跑快跑。等等我。站住。放开我。我关闭了。文明转换启动。完蛋了，不及格一定会被妈妈骂惨。数字消失了，是文明粒子。数字消失的话，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。V5战队，银行受到袭击，需要援助。又是酷狗像。海蓝龟，你留在基地检测系统镇所有突发情况，其他队员立刻出发。是的，队长。是的，队长。
伟杰，伟杰，你在笑什么啊？没什么了。这次消失的是数字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啊？数字都不见了！疾风鹰，我们快去对付酷狗象。异空间交给我。哎，还是要夺回数字。异空间入口就在这里，让我来打开它。飞鹰母来了。大哥不在，那怎么办？快，合成文明兽！文明兽启动！数字兽出击，要来了！你们这些文明海盗，今天就来比一比谁的力气大！嘿嘿，才不会傻到跟你比力气，看我的！文明兽增加了。嘿嘿，只有一个幸运数字是真身，看你怎么分辨。无聊，看我全部打倒。我们在这儿呢。来。小蜘蛛单恋一个了吗？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真身？他很爱人的，小蜘蛛。不是啊，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人类，气死我了！酷酷笑，住手！新兽形态启动。是讨厌的 V 五，新兽形态启动。哼，这种对手我一个人就够了。Run！疾风鹰，就凭你！我抓到你了，小鸟！飞得挺高的呢。怎么办？数字消失引发的混乱越来越多了。啊！怎么不见了？雷达上的数字都不见了，这下糟了！星宝，你们要快啊！这些数字一定有某种意义。1+6+7=14。2+4+8=14，3+5+6=14，原来是这样。大蒙牛，加起来是14的，就是真身。哦，我懂了，加起来是14的。那就是你了。我爬不起来。
文明还原。七宝，要的命。七宝，苦口笑。别冲动，不易。你打不倒我的，死心吧。数字恢复了，转换器又开始运作了。清宝，清宝，请放心，新兽人转换器恢复了。好，那我们试一试。别试了，没用。现在交换手臂。新兽人转换器怎么了？不行，不稳定啊！不好，超过负荷，糟了！辅助器，讨厌的 V 五，到底在搞什么花招？都说是没用的，再见了，新宝。猛牛冲击！哎呀！下猛牛！搞痛啊！你突袭我！哼，是你自找的。